大家好，我是一彤。现在呢，我们就是到了大提顿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呢，就是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北部，黄石公园的南部，相当于呢两个园区呢是贯通的。如果你是从美国南部自驾到黄石呢，基本就要都要路过这个大提顿。当然呢，你要是从黄石的西门进入呢，就会绕过大提顿。美国国家公园的门票呢都是$35，就是全美国家公园呢其实都是这个价格，而且全美的这个国家公园的年票呢是$80，就是这个$80呢就是一年内所有的国家公园呢不再单独收费，而且两张门票呢加10块还可以在售票口呢去换年票，所以即使你们有提前买年票呢，也可以去售票口处买或者是去换。年票在官网上的介绍呢说是可以一车里算司机最多有4个大人，未成年的孩子呢是免费的。一到大提顿呢，就可以看到一路上呢几乎都是山区平原，就是大部分自驾路线呢基本属于平地，就是很少有山路，感觉呢跟美国大部分的这国家公园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开车停车呢还是很方便的。现在呢，我们就接着往前开。刚才我视频里演示的呢，就是大提顿这里的最高峰，就是大提顿峰，它的海拔呢就是4198米。好莱坞著名的这个派拉蒙影业呢，就是出过这个《教父》《阿甘正传》和《变形金刚》的公司呢，这个公司的图标呢就是这座大提顿峰。它拍摄当然是在高空上拍的，所以说平面的效果跟高空上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大提顿峰呢，本身海拔吧，其实也不能算很高。占地面积呢也不能算很大，不过个人觉得呢，就是因为这个平原孤峰反而显得整体呢更为广阔，也是为数不多的适合随时随地去驻步停留的园区。而且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呢都是在平地上开，所以说感觉视野会更好，而且更方便随时停车。如果你没有体力呢还想登山呢，其实它的园区外呢它有个叫提顿村，这里呢就有很多这个乘缆车登山的路线。现在可以看到两边车已经比较多了，我们已经到了园区第二大的湖附近，这个湖呢就叫做珍妮湖。大提顿里边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湖呢叫杰克逊湖。这边停车场虽然不算很小啊，但是因为也可以算是第一个比较大的景点，所以说基本也算是爆满了。个人建议呢，可以在这里边多等一等。Thank you.
看过珍妮湖之后呢，我个人就感觉是大提顿确实是比较秀美的一个园区啊，就是湖光山色，水呢非常的清澈。虽然开了这么久呢，感觉大提顿呢不能算很大，但是因为整体它的视野开阔，所以说可以算是一个全年龄向的公园，还是非常适合远足的。虽然园区内呢有这个北美黑熊和北美野牛这种有一定攻击性的动物，但是我觉得因为视野比较开阔吧，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意的去防护。不过当然园区里还是有提示啊，说大家还是要准备这个防熊喷雾的。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实因为大提顿这个山脉它是比邻这个 Snake 湖，就是它比邻这个蛇湖，就是相当于它周边的水量呢还是比较丰沛的，所以说气候呢还是比较宜人的。而且因为呢它是与黄石公园的南边入口相连，所以说也被称为是黄石公园前的开胃菜。个人觉得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是一定要来这边，就相当于从南边往走南门进入这个黄石公园，起码可以经过这个大提顿。而且不光路边的风景很好呢，而且我觉得你还可以乘摆渡船，或者说租一个皮划艇。珍妮湖这边呢就有摆渡船，就是$18一个来回，皮划艇呢是每小时$20，全天呢是$80。就是如果大家还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坐坐皮划艇划划船，或者说坐船游历一下这个湖，看看山，在船上看山，还是我觉得这个视角会更好。而且或者自己往里面远足呢，也会看到很多，看到一个小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其实自驾过多次后呢，就发现为什么美国的皮卡货车一直是销量前几的车型呢，就是感觉因为这个皮卡呢，它不光可以拉这种半挂式的这个房车，而且呢又可以拉小型的游艇，就是真是感觉美国人确实还是会比较享受生活的。这里呢就是经过一个小型的水坝，水坝这里呢其实你要是远距离拍的话效果也会很好，就是水坝跟山连在一起，可以停在这里往稍微往远走一走再拍一拍。过了水坝这里呢，其实它就有个小型的码头，我们就要停在这里。停到这里之后，基本今天的行程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呢就是准备一下第二天一早呢再从这个大提顿旁边的杰克逊小镇呢开往黄石公园。现在呢我们就是一大早呢从大提顿附近的杰克逊小镇开往这个黄石公园的南门了。杰克逊小镇呢其实算是艺术氛围比较浓郁的小镇了，工艺品商店呢和酒店呢都不少，所以相对来说呢停车位还是比较难找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过多停留。而且这里呢曾经也是交易野生动物和皮毛制品的主要场地，
当然现在几乎没有了，但是商店里的各种标本的还是不少的。个人建议时间充裕的话还是多逛一下比较好，不过停车位很少，所以说最好还是停到附近自己再多走一走。还有这里呢，终归可以算是大提顿公园和黄石公园的必经之路吧。尽管旅店其实不是很少，但是我觉得也很容易爆满，建议大家呢还是提前几天去预定。现在看到两侧啊，可以看到有雾气啊，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已经下雨了，但是感觉它这个天气整体的温度还是比较平均的，就是夏天即使晚上下雨呢，也不会有突然早晚温差过大的感觉。现在我们就是开到大提顿北门的出口了，之后就是顺着开就可以开到黄石公园的南门。现在可以看到呢，右手边呢就是黄石公园的标志。南门呢相对而言呢还是会小一点，西门会比较大，北门呢还会它有一个大型的石门。下个视频呢就是要介绍自驾到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了，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吧。最后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